次没有彻头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早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，情人最后难免没有。经纪人是这样打的啊，如果不是的话你们就那一天打他。观众针对我，欢迎玉凯。哦，好，好像有，好像有高雄。可是我在高雄的活动没有很多哎，我南部没有很多哎。谢谢 Helen。哎，我发现我以前是不是南部活动？不是 我以前是中部活动比较多，然后北部很少，但是最近是不是北部很多啊？今年这两年北部很多，尤其是桃园。礼拜六要轮，但每次都碰到。哎，可是感觉真的样很常在上班耶。等一下，12点就要揭晓 PK 战的对手。这件是新的，我记得我有穿过一次，就是他这个不是在中间的，我记得我好像穿过一次。欢迎未来，5分钟揭晓 PK 战，就是殊死战。殊死战，一翻两瞪眼啊！我记得有啊，要输赢，可是 PK 战就是输赢，没有错啊。